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哈哈。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哈哈。哦，都到青来，神岩山庄一和正常参观。Thank you.
老太太，大家平安
Thank you.
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再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三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四一再三四五六。
九七，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八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千佛佛。
家容易，和平大家，咱就是今摆出家，叫着所有咱这当前的路，啊，和家己的时阵，应该来跟各位做一个介绍，啊，所以，也感谢咱各位热烈，今仔日呢来参观这个台，这个环境。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祝咱大家这个马年马年行大运，万福平安，幸福安康，心情舒适，身体健康。今仔日是咱国历大运者的大好日子，也是咱幸福平安的关系。开大的轮机，也是咱大家举办一个真富的活动，所以咱各位先生，非常感谢，也是一个心得感得，咱举办的原因，有一个咱大家的错，有一个咱大家共同认为啊，真正啊好的一个幸福。所以今日来各位啊，非常的感谢，啊非常荣幸，终于到今日在台湾成啦。这是咱大家共同在这边所贡献的智慧和财富，咱来纪念，会使讲讲平安。幸福的造成，由于咱家、咱家庭里伊的帮助，咱伊建筑所设计，也是经过咱各位建筑师、各位前辈者贡献的重要智慧，所以表示咱的祖国人民，大家一个幸福。刚收到这个中央的这个提问，也是咱各位同心协会，大家欢迎的这个来宾，因为这是咱大家的心愿，大家呢是会使讲非常的尊敬，也是咱各位辛辛苦苦办来每一个互动的经验，大家来用。甚至在做义工、在做义工啊、在当班长，在做足侪足侪侪工作，实在是非常的辛苦。哎，后迄个机会，你讲啥物？接过来你当班长，调迄个不少年十外岁，还要在做义工，所以这是咱大家共同的贡献。叫今仔日祝你哦，中央丰富的盛宴，各位大家会当伫这个中央的好好盛宴内受到的好食，真正是相互来滋养。所以今仔日。前精神可嘉，不怕困难，来参观道场。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好多量。
因为咱今仔日就是讲咱个义和圣堂的前人、副前人，那是叶江老师，拢去国外吼，开发了五工啊，吼五工，所以啊有拍电话转来，真抱歉啦吼，无法度来亲身甲咱连接，因为拢是国外吼，啊所以讲大家吼，到伊时阵来就坐吼，时间非常的宝贵。啊，恁若手上若无甘露水哦，遐手就我见吼，嘴干吼，伊个皮肤哩软吼，志工吼伊也看袂到吼，你有摕到甘露水无摕到嘛？唔知哦，你若无遐手吼，大家免谢伊吼。啊，无咱请着咱总干事吼，过来个。各位摄影师，各位前人在地。大家午安，欢迎咱诸位大殿呢，莅临阮这个义和圣堂来搞阮的神祇稿，来搞阮普照。那么因为阮家点子书呢，拄啊真拄好啊去泰国开这个法会呢，所以呢，每户堂堂等来的神，甲咱大家迎接。做这个啊呢，真歹势。那么，阮这个内底是这个也是简单的这个讲解呢。我就请这个帮领人，请帮领人来甲咱助臂啊。后来啊个帮领人咱啊，即摆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时间尽量把握啊，以上。各位点灯师，各位前人大德，大家午安。希望着咱天天祖德，咱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德良缘，以及着了咱老前人五代医生，而今仔日呢，咱因为咱前人呢，当然也是住伫咱三楼顶，咱因为咱前人九十几岁啊，啊所以。有可能伫行动方面啊，较袂遐勉强。那咱负责人，咱点文书呢，全部今仔日伫咱十一月初三到今仔日初七五天，伫咱泰国咧开法会，所以呢，袂当呢来迎接着咱各位点文书啊，各位前人大德，用咧讲真正抱歉，真正抱歉。那而且呢，何况呢，有受到了咱副监理的慈悲支持。当然呢，因为咱拄只有请示着咱点文书呢，咱中华台的点文书，伊讲咱各位大家时间上的这个会拄好，所以半点钟阿袂参咱大家做一番咱义和圣堂有一寡咱一贯的的这个文化。当然呢，因为我拄则有听着咱点文书主编讲四点四十分要上车，如果若到半点钟，可能咱要看的是咱要去大家所在行行看看，时间上可能无拄好，所以我尽量以简短的言辞啊，以简单，互咱大家会当做一个概念，啊，咱暂时呢起来咱各地各所在呢，甲咱参观指教。那因为这個当中呢，当然因咱这是种电脑投影的，所以呢，当然嘛是要咱电脑人员来参咱配合。那因为咱伫拄只要起来呢，咱伫这个楼梯前遮呢，有一个青豆石啊所拍，叫做九龙盘宝图。那你这个九龙盘宝图呢，当然伊的意义，因为时间相关的，我简单啦吼。九啊，就是阳的结束。那阳呢，若要达到是一种的性质。
以过去以来，咱大家拢了解讲，咱人就是万能之，这个万不之灵长。所以，咱过去以来拢讲，咱人就是啥龙的传人。所以呢，咱人若真正要达到真正咱后面那边归根入宝，咱必须爱真正回归到咱过去伫李天所来的迄种阳顺阳的这个灵性。所以呢，道就是阳之极。教就是同志教，那量就是这个信心，所以就是至尊至贵。咱只有就是一定要得到呢，咱求到了后，真正真修实行，而恢复到咱本来面目，而咱真正安尼，才当倒转到咱归根入宝的所在。当然呢，好较简单哦。因为咱为了节约时间，咱这文字呢，咱啊收录起来。当然呢，如果讲咱各位这个代表有需要，因为咱这有一个简介吼，啊有这个介绍，咱会使时间上啊，拄好来咱遮啊，拄好啊，搁有剩，咱会使做一个吼，互咱各位方便。那因为咱对联呢，当然呢是咱以这个咱要做一个大吼，那因为当然咱以和性等，啊就是咱以咱和老先人。咱灵业祖何老先人，而所属内面，咱具有性能就是三十一单位之中的一个单位，哦，咱三十一单位之中一个单位，所以呢，咱依个了二和两字，就是咱过去咱先人的佛堂呢，受了身份所教咱风俗，所以咱原在依着具有性能。那这个二甲和，就是讲大家会当呢。以二就是讲发出给咱的慈悲心，二道亲呢，二会当大家和他，能够以和为贵，啊，以和为贵，所以叫以着咱二和做这个咱性上的这个明星。那你伫咱这个二脉的大门呢，两边边呢，啊，伫大门边有两边边呢。有一柱一平，大平就是咱定定万岁，那小平这平就是咱定定将军。那咱定定万岁甲定定将军，啊，就是咱师尊的这个冠相，咱师尊的冠相。那咱师尊的冠相呢，伫大方做到了后，而呢伫这个成道了后，是咱老母娘克服。定点关税，啊，甲定点将军，当然咱定点将军，阁有另外一个称呼，啊，就是咱三天主客圆中大人，啊，所以呢，这是咱两边的这个两一对的这个咱师尊的这个冠绍，定点将军加定点关税。那当伫这个大门呢，咱这个大门呢，两边边啊，拄好缺。高威灵，高价这个灵，那你高九灵呢？啊，就是至尊的这个意思，至尊的意思。那你这个中门呢，有可能咱大家较无了解，不只是咱中华民国，咱台湾本地的先超过了咱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祖先。所以今日呢，咱大家会当相互真正是欢迎。当然，伫其他国家，包括我们泰国、菲律宾，伊个呢，伊个的祖先，因老国祖先，咱也同情，咱也同情。所以呢，咱大家用国的泰国，也是咱大家的习惯。今日会当伫这个用心接日，伫这个好的这个时间相处接触会议，所以今日咱会伫多这个正月时阵，正月节，大家呢，我大家可以把一切都大家来参与来现场，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这也是咱大家真正非常无简单、无容易的一件事。咱。是关于你的性能的编程语言用法，这个是你在平安在完成了，原来是这个状态变成，这也是咱大家读书人接过这
国会当选的时间，完成这个宪法的时间的时间，是咱国会代表者的提升甲贡献，才会当来来完成民主用来改善，这拢是大家累积进来的好意。咱也不讲说累积进来的好意，但是我今日咱就是提升到了，咱看你讲我们的意义，咱这个意义。到目前简单，无法度，所以在公开面前跟他们差不多，因为这是现有的，这是现在的一个规定。真是伤心可怜，也是大家真心可怜的关键。现在的心互相关心的是真重要。我们大家太努力，这不是天气，该该现有资源都已经集合了，咱大家共同到家是平均啦。现在已经一二了，但是新北最近空气还挺稳啦，这是天气。其实我们当初在的改变的，这边输赢才会开始。第二天，我们现在变大团结，就是开源是我们的旅游性的一个导向，引领用。相信各位大家者，人人爱人，人人心上天落落一片天。老祖孙家己尊天谢恩，子孙子孙荣耀大天。各位万物主，营养大天，诸天怪物，大家一起干的，人家是心烦恼，会当人家不看清楚。小弟在此。因代表是为山区市当事人，向各位长官、各位议员、各位核心人物者，致最诚恳致敬，感谢各位贵客的热情接待和支持。以上，感谢各位连长热络祝贺的鼓励，也更希望各位大家能继续支持山区市。家己无事，甲个人意见者，大家拢是本性的个主人，每个人拢是本性的主人啊。今日时间已经，可爱甲社会不是，只要大家自尊自我是个事，以众生诚实意愿，包括健康。调转的情绪，空间不同的力量，一点在你的身边，所有的心情是的，心情在的。以上在此，祝各位大家平安健康，感谢各位的关注和帮助。那么今天我们也刚才从这个现场的这个改变，也是在改变。那么今天呢？这个天天，我相信咱大家今日所付出的，咱大家拢看，贵的努力，今日要这个现场的改变，咱大家拢能感受到，咱现场的重量，无愧于你们现场的这个力量，啊，也再个讲，你咱阿伟开团以前，啊，真济，朋友，真济。一般的心，大家讲上个丫头都感受到这现任的这个重点和作用。啊，以及我们那个有个啊，挂太阳的礼物，大家礼拜六的话，有赞叹，有破干天红的干天红，结果呢，那个礼拜六。甚至看到楼顶的，看到楼顶，望着咱这个天顶的，伊讲不要去到，讲你回来，啊，是来讲，干呐，这个物件，会当使一个本来拢对伊贯通无了解、无认识的人，安尼进来看到伊，他心会苦的，伊是因。
变啊，就再来加一个后呢，不来的话，我会变，但是你话我会重新当天一夜接触不到飞机的，但是在不做电，所以后呢，时间是这里，但是这样就比较方便，在现有的状态，大家现有的结果，这些还是方便，所以呢。咱们共同建立改变，今后新烦恼爱变大热烈，对今日开始，大家对烦恼变大热烈，好不？好。感谢光临，谢谢。接下来，阿朱老师给您说一下啊，基本款也给您说一下得了啊，按他的时间来啊，也希望父母他不然是要在。
恭喜哦！啊，那就来过来拜师爷啊，拜师爷哈，拜师爷，拜师爷啊！
Thank you.
新闻传中后山，海盗的冒冒冷吃水，来主力老师会回答。
会不会没事？你说，你喜欢热曼？热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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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仙是谁的故乡？刚刚有我那个有，圣诞，哦，圣诞老公公团队了。第三个，第三个，诺贝尔奖落在那个哪一项在挪威首都颁奖？怎么样？哎，真的，哎，哎，诺贝尔奖啊？和平奖对了，答对了。好，谢谢啊。和平奖啊。好，谢谢。第四名，发战争奖诺贝尔，你们的国家有何种矿产？有像，因为他那种国家产什么矿产，所以他才。铁矿，铁矿。哎，举手就是才算了。铁矿，铁矿，老师都有啊。啊，好了，在台湾可以看到哪啊？厂牌。哪两种厂牌刚刚有？举手举手来。Volvo。什么？再来。第六题哦，好像比较那个哦，可是你们很清楚哦。丹麦在机场上有儿童乐去台湾销售期间的哪一种品牌的玩具，就是它的发明者有哪一种玩具？乐高，乐高。举手举手。乐高，乐高对吗？对啊，错了。王主任。再来第六题。哎，丁老师可以通过告诉他们哈，寒冷的夜里，同时海岸城市的那我就不要城市为什么比因为这个纽约温暖啊？奶牛，不要笑，奶牛对了，这边。第二题，烟熏的温暖浴跟我们的三温暖有什么不一样？他们是室外。温暖的那个温暖浴，他们烟熏的。是。你不要习惯。来，它是森林里的。它的我们现在流行三温暖，那温暖的三温暖跟我们不那个温暖，不是室外啊？对啊，室外。哎，不是，它是用地热。我跟你提醒了哈，我们台湾那个什么三温暖是用通电的，地热的。他们是用什么的？用什么烧的呢？烧根。对对对，木材，对对，完全正确。哦，今天刚起跑公园，那无线电台应该。哈哈哈哈哈。有线的，有线的。谢谢你的鼓励，还有，哦，为了感谢你的欣赏，是我们向阿平，我给你看哦。哦，对呀。谢谢，上课的时候尽量对学生察言观色哈。那我是常常我们会抱怨说我们的教材编不好，那我就觉得说，以前抱怨教材编不好，倒不如改变我们的教学技巧跟心理，好不好？谢谢各位欣赏。今天的心境一样，让小弟再有再次的机会跟大家见面。感谢大家的支持。
Oh,
天大道贤人神真不必隐瞒，为神田出千万面关，一难救难一代主将，一上将军一上官，大贤会教官主力，千般千般山一相干，顿退一出难，各尽何处两两天，目命多带船船建造成大，顿转无前，若连城四起天，出将助无为恶。Thank you.
代医学发展中心，将一新台湾概念作为中发生新科学沦为一个一定时间都完全一片情况不管公修的资金官在将小官在将电力影响的主掌部平安变化眼睛现管理属于自心电力功能上容国台平安数字在性命上面将交感安心以前一路变化来宾，福利上温，新闻山旅游县的福建地主，单纯来以旧为主题，破新创新。
拜一定要来上场，这里可以上场，上这里接手哈。拜一。
因为咱各位天文师、各位前辈者、同事的重要地位，所以才有咱的所来认识，大家一个羡慕的一个人物，感受到一个庄严的一个气氛。也是咱各位同事前辈，大家欢迎的一个来宾，因为这是咱大家。大家呢是会做讲非常的正经，大家有咱各位辛辛苦苦办来工作，付出的精神，大家来做关心的事办，甚至来做义工，来帮平安，来点帮助，来做做些做些一些工作，实在是非常的辛苦。后迄个机会，你感觉会夹过来一点吧？后迄个出少年十外岁，还要来做骨干，所以这是咱大家共同的决心。只要有今仔日处理好中央公务的成员，各位大家会当这个中央的各个成员来受国的保障，真正是相互来。Oh, you can imagine.好多亮，
哦，欢迎欢迎。客心给了。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客心给了。欢迎欢迎。你看这个精神，这个哈。哇。咱来咱道场，相信讲，人讲咱拢一师之徒，一母之子呢，会当来从咱的道场，搁再来用心发扬光大。我相信讲，这是咱今仔来的目的。还有时间非常的紧迫啦吼，咱预定吼，要请到咱的这个育儿圣堂的，咱讲咱的李总干事吼，因为这江苏的主笔，预定要来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差不多30分钟啊，30分钟。三十分钟完的时阵呢，来请到咱的会员哦，即个功劳可以参观哦，参观。一点就是4:40，4:40哦，啊，准备就是要复归，要起点哦，要等下咱的故乡哦，4:40，4:50上车哦，啊，就开始，咱十二台车呢，慢慢就复归。我想你讲，今仔一路愈诶那个旅程吼，应该是讲安尼，互大家感觉真欢喜安尼。啊，嘛唔敢互大家各位伤劳车，伤暗顿去啦吼。所以讲，咱今仔来时间是重点事诶。下摆若有机会，恁大家若有想要来，啊，恁就甲咱机会，也是咱各导游各所上诶经理来报告。啊，恁若讲吼，一台车、两台车、三台车，也是旅行车、轿车。我相信你最后来，咱的李总干事呢，伊会足热心，较有时间来陪咱。啊，因为咱今仔日就是讲咱的义和圣堂的前任、副前任，也是叶天老师，拢去国外吼，开发了五工啦，吼五工。所以啊，有敲电话转来，真抱歉啦吼，无法度来亲身甲咱连接，因为拢去国外吼。啊，所以讲大家吼，到伊时阵来就坐吼，时间非常的宝贵。啊！恁若手中若无甘露水哦，遐手就我顶吼，嘴干吼，伊个袂有力源吼，志工吼伊也看袂到吼，你有摕到甘露水无摕到嘛？唔知哦，恁若无遐手吼，大家免细心吼。啊，无咱请着咱总干事吼。多大个？各位点老师，各位前任来宾。大家午安，欢迎咱诸位来宾呢，莅临阮这个义和圣堂来搞阮的神祇教，来搞阮普教。那么因为阮家点子书呢，拄啊真拄好啊去泰国开这个法会呢，所以呢，每户堂堂回来的时候，甲咱大家迎接。做这个安尼真歹势，那么阮这个内底先这个也是简单的这个感慨呢。我就请这个方领导，请方领导来给指挥啊，来啊个方领导咱哦，即摆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时间尽量把握哦，以上。